现在是没料的是吗？没有，现在是像是这种情况啊，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先按停止，它已经自动停止了啊，它已经自动停止了。现在我们去动它的话，已经停止了，你还要手动按一下停止吗？不用手动按的，它现在停止的话就是直接停止了，我们可以用手去排除它这个问题的。它是这里，是你这个地方打掉打出掉了吧？怎么打出掉了？哦，我怎么知道它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？它这里会有一个报警。哦，这里有报警提示是吗？对，它这里有一个报警提示出来。提示就是说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排除你就把它这个给它拿掉嘛。嗯。这个夹子也张开，这个夹子这里把它张开，它这个螺丝会自己掉下来的。它这个螺丝会自己掉下来。哦，这个夹子可以按的是吗？对，这个可以按的，然后它这个螺丝会自己掉下来。OK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把它螺丝全部都弄出来了啊，但是它这里面是没有螺丝的啊，里面没有螺丝，我们就要把这里面的，这里会有一个螺丝，这个绿色代表它夹嘴里面是有螺丝的，嗯，因为它现在是没有螺丝，我们把它清除掉了，要把它按掉，这样子把它灭掉了之后代表它没有螺丝，然后它下次再去打的时候它会再可以供一个螺丝过来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嗯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如果它现在这种情况，那如果出现了问题之后，它这个工位上是等它完成了之后再停止，还是说就在这个地方停止了？它已经完成了，这个是它的工作的那个序号嘛。嗯。这是第三个。哦，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目前是在哪个工序出了问题是吗？没有，这是它的工序，它是第三号，它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它第三号亮灯了，就说亮灯了，就代表它已经完成了这一个动作了。哪里是一二三四呢？正品怎么分？这个是一，进料口是一嘛？嗯。这个是二。啊。这个是三。啊。然后这个出料口是四，这样子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那也就